你好，你好，在干嘛呢？玩手机呢。一个人玩吗？哦，自己的手机吗？是的嘞。啥品牌啊？华为。你的手机好用吗？还行吧，就那样。是你自己买的吗？是的嘞。花钱买的？然呢，说话呀。是的，是的。多少钱啊？4000多点。怎么来的钱啊？当然是挣的啦。怎么挣的？你说清楚点啊。工作啊，我的天。是正经工作吗？废话，肯定是正经工作啊。啊、哦、啊，那你手机买了多久了呀？有一段时间了。啊、哦、啊，我充电了。哎，哈，我一边充一边玩。你练的手机还有多少电啊？36。可以用多久啊？可以用到没电为止啊。那没电你打算干嘛？那没电我肯定打算充电啊。哦啊，你吃过饭了吗？吃了。吃了什么饭啊？我吃米饭，我吃米饭，我吃米饭，味道还先吃得下去。不要再这样问了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吃的是什么菜呢？我不吃菜行了吧？你好惨啊，我的宝，我都是3菜1汤。跟我有屁关系啊？你不想知道什么菜什么汤吗？我不想，谢谢。啊，好的，臭宝，不用谢。朋友圈那个是你吗？我看你有几分姿势啊，臭宝，自己想办法得到我，好，离开。你太优秀了，我配不上你。我的宝，不要自卑，我是不会嫌弃你的。哎呀，勇敢大声说出来，我不喜欢。哈哈哈哈，果然是这样，我妈说的果然没错，女人都喜欢说反话。喜不喜欢我会看不出来吗？臭宝，你肯定是想先假装说不喜欢我吧，在我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又给我来一个反转，给我惊喜，心眼挺多呀，我的臭宝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看看，喜欢一个人果然是藏不住了，都开始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了吗？我的宝，放心，好得很。臭宝啊，爱情经不起等待，恋爱吗？CBDD 就现在。